안녕, 또 왔당. 나 샤워 다 했어요. 어머, 방금 온 사람 있어요? 나 샤워 다 됐어. 난 시작이야, 지금. 现在这边已经不要问，很晚了，啊，应该算早上了。现在是凌晨4:50。왜? 힘들어? 나 얘기했잖아. 내가 경공했잖아. 나 라이브 다시 시작하면 감당할 수 있겠어요? 감당할 수 있을까요? 응? 아무튼 씻고 왔어요. 씻고 방금 운동하고 씻었어요. 씻고 또 다시 왔지. 다 뭐 하고 있어요? 응? 가까워? 가까워야 내가 볼 수 있어. 태그. 나 이미 머리, 나 옛날 진짜 이렇게 봤잖아. 나 이미 많이 좋아졌어. 많이 멀어졌어. 我要看你们留言才那么近的，我以前应该更近吧，我已经改善很多了，嗨，좋아하고싶은머리색은검은색어두운색안에다시돌리고싶어요요즘머리가난리났으니까계속빗어야돼张伟，립밤발랐어요방금엄청건조했어我擦了那个唇膏，它是 lip cream 跟 lip mask。两个都擦，我先擦 lip cream， 然后再擦一个 lip mask。lip cream 啦 lip mask， 둘다발랐어요예아이제진짜자야되겠다다크소여기가좋아네뭐내일없어지겠지뭐
为什么素颜还这么好看？谁素颜不好看？谁？对啊，谁素颜不好看？서로무대할때마다안떨려?완전떨리지나는진짜안떨린적이없는것같아진짜진심으로맨날무대가기전에우리댄서언니있잖아요댄서언니찾고몇번연습하고안심해야내가무대갈수있어요그래서항상미안해요댄서언니근데뭐댄서언니도즐거워요그마이백그바꾼거있잖아마이백제가원래어미연이이렇게어깨이렇게걸고하는거있잖아그거는바꿨는데그것도엄청불안했어요진짜백스테이지에서진짜계속제스처생각했어요어때나쁘지않지어멍들었어걱정하지마뭐요즘머초는생겼어이따그리퀸인아리퀸아니고그오이랑나인터넷에서영상봤는데먹주름은그오이랑러시안크림많이바르면많이없어진대근데뭐많이바를게요잘해보고알려주게효과있는지없는지어떻게뭐주는이거뭐어떻게없어져이거이게젊어젊은나이인데주름가있어이렇게계속해줘야되겠다现在有那个博文这么年轻就有博文但听说一直擦油跟那个霜或是乳液一直擦每天擦的话它就会变改善很多我帮你们试试看啊如果有效我就大家都去试언니저녁뭐먹었어요네먹었어요자계속빗어야돼요와我上一边很深你是认真的吗你真的是认真的说我让别人双眼皮深是不是真假的我希望我的双眼皮再深一点呢说实话
很卡。好，我的错啦，都是我的错，你们卡都是我的错。好低哦，这里，这灯光没有很好。你这样比较好吗？哦，好像有点太亮哦。我变黑了，真的？为什么？透视계속나와봐봐이거타고난거야이거어쩔수없는거야이거나말할때마다그래봐봐봐봐봐이거이게透视아닌거같은데그냥내근육인가토사아니에요토큰유토큰유哎、欸，啊，怎么有耳机？怎么会有耳机了？피터저핑크핑크아니면이거아니면이거이거는뭐또어뭐야이게이게뭐뭐야어뭐뭐야왜그래 와뭐라네어어응응
대박. 재밌다. 이거 할까? 야. 이거 뭔데? 몰랐어. 나 보여줄 수 있는. 없어. 재밌는 거 없는 것 같아. 花，如果有人给我500万，让我不喜欢你怎么办？那你就不要喜欢，爱我，爱不就好了？一定要喜欢了。이제는 다 혼밥 쓰는 거야? 뭐 이제 아니고 계속 그랬어요. 계속 그랬어요. 한창 그랬어요. 좀 오래됐어요. 我不甜，不要说我甜，我真的不是一个甜妹。你们不要再。不要再设那种人设给我，真的不甜，我真的一点都不甜，我很苦，我超苦的，我很苦，我需要加糖，我不要当甜妹，救命啊！不要再给我一些，不要再给我设一些人设，我真的很痛欸。正常一点。不要这么多，不要这么多，不要加那么多东西在我身上，拜托앞머리 잘랐는데 망할 것 같아. 아니야, 패션이야. 망한 너 아니야. 새로운 트렌드 만들면 돼. 알았지? 자신. 자신감 가져, 바보영. 舒啊，你真的好白，没有我最近变黑。我刚睡，我现在是因为我开滤镜，所以看起来更白。我不想变黑了，我现在没有那么白，是因为滤镜，现在是因为滤镜，棒。
你到底睡了吗？为什么开两次直播？我睡了，我会再开直播吗？你问这什么问题？嗯，啊，我现在开直播就是我没有想睡觉的意思。Hello， 不要问。我累，我就会睡，真的不要担心哎。可以看你睡觉吗？我是没差啦，我是没差，我真的我 OK， 我完全 OK。可是，那就不多说了。我模是不是镜头很模糊？嗯，还好。我是真的。恐龙抗狼是什么？恐龙抗狼，可是那是什么？秀华黑棒一级，嗯，一级，언제나와요？글쎄요。찍고싶은데뭐지가요재밌을까재미없어도되지뭐到底为什么这个一直有一个光在这？是因为这个吗？还是我在天堂了？还是我在天堂直播？啊，这个光不可能是在我前面，应该是在我后面啊。对啊，你看我在，哎。随便啦，随便。说为什么突然吃草莓了？就，对啊，因为我想说，有一天我就想说，我一直不吃草莓。那会不会就我自己的想法？我说，那会不会我是不是就会少了一个机能这样子？我的身体是不是就是有一个机能的那个功能，会不会就比较衰弱一点？我想说，草莓吃草莓会不会补回去那个机能这样子？那我就吃了，嗯，所以我就开始吃了。但我现在只能吃水果的草莓，我还是不能吃那种加工过的那种草莓饼干或是草莓
就是那种加工过的那种，我还是没有办法。我现在只能吃，就单纯它就是草莓这样子，水果。哦。舒华的为什么眼睛是棕色的？因为为什么呀？因为是原住民吗？有原住民的血统，有原住民的血统的啦。我也是棕色，但不是原住民啊。可能你有百分之几的血统是混的吗？说话，我要去英国留学的，可以祝福我吗？祝福你平平安安。听说英国很浪漫，希望你可以享受他们那边的氛围，永远浪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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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눈밑에점너무세시하다세시해요고마워요생얼이랑네생얼리미다생얼뭐처음보여처음보여아처음본거예요생얼그러이게그럴수가없는데어떻게처음봐내생얼나만이공개했는데舒华，我家狗会后空翻，你的狗会吗？我的狗当然会啊，我的狗什么？我的狗还会喝水耶，它会喝水，你的狗会喝水吗？会。哎，他们还会吃饲料，你的狗会吃饲料吗？不会吧。
猪啊，怎么不梳头发？我想梳的时候就梳。OK。而且我刚一直梳了。你的嘴唇看起来很好亲，嫩嫩的。我想，应该是因为。我也觉得很嫩。你的狗会跳 tomboy 吗？哈，我家那几只都会唱了，好不好？嘿，他们比你还早听到这首歌。舒华，我没有做错什么事，但是有人莫名其妙讨厌我，怎么办？没有做事情。我觉得。不要在意，因为你本来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别人嘴巴你也管不住，所以呢。捂耳朵，只看美好的。对呀，你觉得自己没问题，没有错。你就是对的，不用在意，不用，没有意义。哦，抓一下就红了。叔叔感觉做什么都做不好，怎么办？每个人都这样子啊，每个人都一样。你又不是天才，我也不是天才，怎么可能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有在做就很好了。
淑华开学怎么进教室不尴尬？你就第一个进教室啊。第一个进教室不就是，你就早点起床，早点进学校，第一个到教室，你就不会尴尬了。很难吗？怎么样可以有效的时间管理？很简单，非常简单，只是你做不到而已，不是吗？你没毅力，什么事都做不好。我很喜欢展示自己，但是又怕失败之后别人嘲笑自己，我现在该怎么办？当你就是有那句话吗？当你在意，开始在意别人的视线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做自己了。所以你希望展示自己，其实那些都怎么讲，别人嘲笑你有可能是你想太多，或是其实是你自己在嘲笑自己，所以改变自己的心态。你看的东西就不一样。淑华，我妈妈有你阿嬷的 LINE。阿嬷不要闹，真的不要乱给。我讲很多次了，不要乱给人家 LINE 哦。不要这样子耶，放过我阿嬷，放过我阿嬷。放过我家人。맛있는거많이먹어요그래알았어요이제많이먹어도무섭지않아요왜냐면얼만큼먹으면얼만큼운동하면되니까淑华，我刘海被剪坏，好丑，好想哭，怎么办？啊，不好意思，笑出来的。就没关系啦，就它还会长，头发还会长，好吧？而且哪一天你的那个审美也会疲劳，你就等到你审美疲劳那一天，你就会看自己很顺眼了。수아어떡하지나는내일수화시험있다수화수화잘해요수화수화잘하면은멋있어요괜찮아할수있어뭐수화뭐뭐어때잘한다면서淑华，七夕没有对象怎么办？你又不是只是七夕没有对象，你干嘛在意这个？你就每个节日就都没有对象啊？真不懂你们在，都不懂哎，这不啊就没有，奇怪。
啊，暑假作业，现在是暑假吗？现在你们在放暑假？靠一下，靠一下。哦，刚才后背硬。说好我不要因为放不下男朋友的身子而不分手怎么办？是什么意思？身子，身子，身子，身体啊，是身体的意思吗？啊？嗯？我不懂。需要个邮政处安能给么样？然后邮政处安能个运动？跟处啊，处啊呢？哪个？啊，내가진짜운동하나나영상보고하거든요그거는하나끝나면한10분15분아니면20분이렇게어그정도시간그길이가그래아시아기장맞아시장아무튼진짜힘들어근데만약에저엉덩이운동했어하고와진짜와아파너아파죽겠어와진짜안되겠어하고끝나고또아복근운동도해야되겠다또해그끝나고또다른것도하고싶고그래서이거좀좋지좋좋아근데좋아중도되는거아니야说每天有容貌焦虑怎么办？容貌焦虑哦，就反正我是觉得，你就先努力让自己变得就是在你自己的审美上面这样子就 OK 了。那如果你是因为别人跟别人比较是。就是反正因为别人的话那种容貌焦虑就是非常就没必要了真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变漂亮的每个人当然都想要让自己漂亮啊让自己好看什么什么的但那个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度你自己满足满意那就可以了没必要一直跟随潮流跟随就是假如今天100个人说双眼皮好看那你就要去弄双眼皮吗没有吧对不对你如果喜欢单眼皮你就是单眼皮就单眼皮就是漂亮反正心态很重要心态超重要的真的拜托一堆蓬头垢面的一些人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帅自己也很漂亮或是自己很伟大那他就很好笑啊那你平常好好保养你平常就是好好花投资在自己身上那真的没必要了自卑
滋润自己是可以的，滋润自己。说话你在家没有哦？我在酒店，出来工作。说啊，瘦不下来，到底在焦虑什么啊？瘦不下来，就运动啊，运动怎么可能瘦不下来？啊，如果你不想运动，你就去打针，好不好？你就去打那个什么，是吧？你就去抽脂，好不好？不要在那边焦虑，不要在那边。乱焦虑，什么都焦虑。同学说我丑怎么办？他们是有多好看？哦，拜托，真的，他们是有多好看？而且，像我啦，别人说我丑的话，我就觉得，哈。认真这样子，但我就不信啊！就是你如果认同他的话的话，你当然会受伤，你当然会在意，会那个就在意啦，这样子。啊，如果你没有认你不认同的话，不是啊，打结。啊，如果你不认同他的话的话，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啊！他就是一个笑话，他就是一个，就是你也不会记得他讲什么，就可能过一天。过去几个小时，你也不会记得他讲的话，你就觉得反正就是一个笑话，就是一个不重要的那个对话，不对话，就是他就是一个不重要的，他就不重要啦。就如果你认同的话，你也认同他说的话，没有人可以帮你啊，所以。如果你对自己不满意的话，那你就去改变，去找到你最觉得最 OK 最好的状态就好了。真的不要我一直讲，真的脑细胞都给你们这样子。我现在眼睛是快闭起来。说啊，야회사장멤버중에누가제일잘해？뭐우리잘한사람없어，그냥하는거지。맞잖아，우리회사잘하는사람없어。그냥하는거지뭐。
需要怎样才能变自律？就自律哦。怎样被自律？这其实问的没意义，因为你真的想自律的话，你就。反正真的是想要做，想完成一件事情，或是想要得到一个成就的话，就自然而然就会去做那件事情，不管你多累，这样子是不是？自律应该就是。要问你自己，롱니멍신이어폰끼고이렇게뚜뚜뚜뚜뚜뛰면은시간바로가긴해그리고만약에나는사실나는좀한5분씩이렇게속도계속오려네그래서그것도재밌고뭔가도전한느낌이있어나는그거좋아해그래서같은속도말고계속오려그거재밌더라고说好在学校和同学搞不好关系怎么办？那你就先检讨自己，看自己有什么问题。如果你真想要交到朋友的话，真的就自己先检讨自己。为什么搞不好关系呢？我是不是，需要改善什么？我是什么什么什么？那如果你觉得你都 OK， 你都很好，那你就会有朋友。对，班上还是有几个正常的人吧。没有正常的话，也不需要交朋友啊。那你就是做很对的事情啊，没有去交那些不正常的朋友，你就是很棒啊。콘서트하고운동도하는거안힘들어요힘들어요근데아무튼그치힘드지근데하면좋지이렇게생각너무운콘서트끝나고운동도하면은더좋지그리고몸공간몸공간도다더좋아질수있고체력도좋아질수있고다중점더많은것같아서
그냥 했어요. 힘드는 건 많지, 살면서. 힘든 건 많지만, 그래도 지금 할수 있으니까. 瘦身的办法就是运动，然后喝水。我最近一直喝水。说话，我跟你搞不好关系怎么办？跟我搞不好关系，没有怎么办呢？就大家都一样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跟你一样啊，你又不是一个人。虽然看起来好累，没有了，没有到累的，只是现在眼皮很沉重。等我到我真的快睡着的时候，我再关。还不去睡觉，小心长痘。我会怕吗？我会怕吗？皮肤怎么保养？就洗脸，好好洗脸，好好擦保养品。哎，擦保养品的时候不要给我省呢、欸。我在那边跟。在保养的人讲，你们省，我真的不懂那些省保养品的人，不要给我擦一点点的，一点点，我看那种我也受不了，我觉得你要保养，你还给我省，保养品就是不能省，真的不要保养品，真的不要在那边省，你省其他东西都不要给我省保养品，你少喝一杯奶茶。少吃一顿宵夜，你都不要给我去省保养品，真的，不要闹哎！辛苦了，辛苦了。나 에피소드 있어. 엠비 그나 처 시작할 때, 그 운동 시작할 때, 나는 밤에 헬스장 혼자 가는데, 근데 친구 생겼어요. 친구 사귀었어요, 거기서. 한국 사람인데, 근데 뉴욕에서 살아요. 그래서 제가, 한국어도 할줄 알고, 그래서 제가, 두 명밖에 없어요. 그래서 제가 같이 운동할까요? 그랬는데 그때부터 같이 운동하고 그리고 그 친구 요즘 힙합춤 배우고 있어서 힙합춤도 알려줬고 스트레칭 하는 법도 알려주고 너무 재밌어. 너무 착해.
그 MPT한테 INFP 야 나랑 똑같아. 그래서 너무 마음에 드는 거야. 그래서 친구로 지내고 있어요 지금. 왜 이렇게 잘 빨개져? 왜 그럴까? 진짜 왜? 나 진짜 방금 이렇게 하는데? 살살? 왜 그럴까? 아, 要讲中文，等一下，我说我第一天开始运动的时候，那我是晚上到健身房一个人去，然后我在那边叫到一个朋友。 然后还是，然后反正我们健身房就我们两个嘛，然后他是韩国人，但他在纽约生活，他家人都在纽约，然后，但他会讲韩文，然后我就，哦，那我们要不要一起运动这样子？然后他说好，然后他就，反正他就很善良嘛这样子，然后他说他最近在学那个 hip hop 嘻哈那种舞蹈这样子，他就告他就教我这样子。 告诉我几个他最近在学的这样子，然后一起运动，然后还叫我拉筋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很善良的一个人。然后他的 MBTI 是 INFP， 真的是命运，我朋友变成我朋友。 就是这个样子的气泡音舒华，华鹅，华鹅，哈？什么？我也不懂。舒华，我是 I 人，只对你主动，不要对我主动，不要对我主动，谢谢。 我现在还不懂气泡音到底是什么，什么？你们不要在那边。
又在给我弄一些有的没的。你举个例子嘛？气泡音？什么？闹哎！哇哎、欸，外面开始变亮喽。제한국몇이야声音很有磁性。전혀열시야그래끌까내가一直说这个是气泡音，我讲话是这样子吗？有吗？没有吧？哦，有哦，哎，哎，get 到了，哎，你们说的是这个哦。嗯，但是不是吧？什么很油？我可以学啊！我知道，我很讨厌有些人他讲话是那种，你我要学喽，很油的说法的话就是呢。在干嘛？你在干嘛？没有啊，没有啊，就随便啦。这个超讨厌的，但我没有这么严重吧？哦、嗯，只要有朋友他讲话是这个样子，都会被我骂。就我说你可不可以正常讲话，这样子，就到底。그래이제갈게이제잘게주렴안녕现在我要睡觉了现在很困太困了안녕拜拜